味。礼拜天记忆表完全不满。我觉得停车场其实也可以练。停这里不行。哎，我忽然开窍了。礼拜天哦，今天就这样。那礼拜二哦，又要去冲浪。3:56，对，哦，办公室坐到想睡觉，想说出来试这个板子，哎，找个地方练。我觉得停车场其实也可以练，因为我现在技术很烂啊，我想要练那个 pumping。啊，先到河边看看。哎，这里可以哦，来试试看，这人比较少。不行，这里不行，地上太多小石头，换地方。回来有进步。现在几点？4:23。好，玩到5点。好，4:44，有够累。好，现在。比较能够 pumping 过去 pumping 回来，但速度很慢，对吧？怎么样？有进步哦。好，4:55。哎，我忽然开窍了。其实就是全身的律动。
啊，五点，差不多了。对啊，然后就可以不用下来一直推啊。对啊。它是一样的，对，小心哦，小心，慢慢有感觉了哦。你有玩过蛇板吗？有啊，类似，有类似，有点像。可以可以了，现在速度有了，好不好？不慢哈、哦。好，5:16，礼拜天哈、哦，今天就这样。对，今天有收获，简单的。本来觉得很难的，其实学都会了。那下过几天有空再来练。好，刚滑完滑板呢、啊，先滑独轮，那脚底的那路感好奇怪。那今天礼拜天，你们看影片，礼拜二啊，今天轻松一点，待会回去不录了。好，那礼拜二哦，又要去冲浪，浪奇怪。好，拜拜。这是台湾的咖啡豆。